太水太水。I'm totally lost. 没有那个。没有那个英文姐。那个英文姐，你问她那个。你家的事啊。没有没有，她说，我说我想干，她就说太水太水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就说那是你家的事啊。对呀。那由此不然呢？怎么样呢？讲太多就是不好意思，已经没有用了。谁也没有不好意思，文英啊英，文英啊英，因为他这个跑来讲话是拍谁拍谁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了地理人地理就会讲的，我跟你讲就会讲。没有，你要看了那个台湾最近有一个那个英文节，很好笑啊，英文节谁做的？没有，他就是